彰化县政府6月13日接获通报，在芳苑乡一处食用玉米田区上发现疑似秋型菌虫。县长王惠美责令农业处立即派员前往芳苑西湖两处玉米田现勘并采样送检，已确定为秋型菌虫的幼虫将在15日用焚烧方式处置，防堵秋型菌虫入侵蔓延。目前彰化县也确定两处，在那个芳苑这部分的话有 0.2 公顷，那西湖部分有 0.59 公顷，这两处有出现秋型菌虫，那接在玉米田里面，所以还是属于玉米型的相关的秋型菌虫。那我们依照我们中央所颁布的相关规定，那有两种方式，一个是掩埋挖3公尺深覆土1公尺，第二种是焚烧的方式。那我们依据我们在前几天嘉义县还有台南这相关的已经执行过的经验，那我们应该明天会用焚烧的方式进行，那希望用这种方式能够有效的杜绝秋型菌虫的出现。县府已启动防范秋型菌虫的相关机制，如果一旦确认田区有秋型菌虫，会针对方圆200公尺内进行勘查，民众如有发现疑似为秋型菌虫，请立即回报所在地乡镇市公所或农会，降低农业损失。公益频道林俊明彰化采访报道。